这是一支见证了传奇的球队，他们有着辉煌的历史，赢得无数的荣誉。他们个个身怀绝技，他们拥有难以逾越的门将，他们拥有能够稳定军心、带来无限安全感的队长。进去以后千万不要捡肥皂。他们拥有史无前例的身高优势，吓死宝宝了。他们的教练人精百战，需要的就是出其不意呀。他们的老板是挥金如土的白富美，工资得再缓缓了。加油！他们的战绩一直非常稳定，他们的粉丝团忠诚狂热，他们被誉为最具商业价值的球队，受到无数广告商青睐。荣耀让他们更加自信，辉煌属于过去。10月28日，他们将踏上全新征程。你怎么不去打篮球啊？我喜欢踢足球。